如何将这四把锤子平放进这个底座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拼图。首先，这四把锤子的形状大小是完全相同的，加上底盘也是正方形，我们可以朝着对称的方向去找答案。这一块放在右下角。这样拼的话，这个角还多出来一点，我们再来试试。这款拼图虽然只有四块，但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。不过经过我刚才的尝试，我已经找到了方法。下面我就来验证一下，两把锤子垂直摆放，另外两把也一样，摆出一个风车的形状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的答案也是符合中心对称的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挑战同系列拼图难度更高的四把锯子。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